宇宙中可能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，传说中的天堂。这里漂浮着人类的灵魂。地球上很多人想来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做他们没有做完的事，见他们想见的人。你猜发没发呀？已经在路上了，这可是我亲自开车给你送的啊！真的？给你发一手机壳，你收到了吗？限量版的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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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没信号，再说吧。这货，
警官，请和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。好的，这个事故的车辆呢，并没有遭受到明显的刮痕和撞击的痕迹，司机呢也没有明显的外伤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可以认定。姐，车辆给咱们送货那个快递公司叫什么？万宝。就现场的情况来看，出事的货车运送的是一批皮具产品。姐，你赶紧过来看看。而在现场可以闻到强烈的烧焦的味道。你说你正好驾车经过陨石坠落的地方，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吗？那个火球把车砸飞了，然后我也给弹出来了。那我爬起来，我发现那个车前面被那个陨石给砸了一个挺大的洞，还砸我头上，然后给流了很多血。你这挺多的，后来我给晕过去了。可是我看不见你身上有任何的伤口啊。那就是头这儿，这儿，哎，就这里都是血，你知道吗？还挺多的。那得花多少钱呢？保险都没买呀？吓傻了，花什么钱？没事啊，放心吧。老板，对不起啊。你告诉哥，你编故事的功夫跟谁学的？我都相信了。我说那都是真事儿。你再说，啊？你再编。你的苦心我知道了。为了公司，天灾人祸，公司免责。不说啥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俩回家。不是，咱这就回去。那搁这花这钱干啥呀？喂，事故可都上电视了，王老板。啊，你们公司打算怎么赔偿我的损失啊？我告诉你，啊，那个，喂，你大点声，信号不好啊。喂，装什么装啊？谁呀？嗯，我奶。你奶不是死好几年了吗？我姨奶，就奶多，赔偿的事你自己处理啊。唐立果，咱俩网上合作也快3年了吧？你说第一次见面就这种局面，我小本经营，经不住这损失。行，你说吧。赔呗，买家不收货，退也退不了。这种事儿我们公司会处理的，我今天按流程走。流什么程啊？单子是不是你接的？我告诉你。你们公司要是不赔我，信不信我天天上你们公司门口上班去？我吃你们的，我喝你们的，我让媒体曝光你们万宝，还不接我电话？揽活的时候亲的，嘴甜着呢，出事了就找不着影。哎，电脑是我的吗？不是你的，是谁的呀？他被陨石砸过来动的。我晕你妹呀！不是你怎么不说你让外界人劫持了呢？我打不开机了。你能别打岔吗？哎，给拿去修修。唐立国，说怎么办？你先别着急，那个，要不你把那个发货单的第三联给我，我帮你把保险金要回来，行吗？行，我再信你一次。这个是我理赔的唯一凭证，别给我弄丢了。你不会是忽悠我呢吧？骗我单子，回头死不承认。好，这可是我全部家当，密码是我女儿生日，你知道。我抵押给你行吗？行。大爷的，这女人一点也不吃亏。哎，哎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我上厕所呢。电脑给你修好了，你干嘛呢？捞什么呢？你那个发货单掉马桶里了，对不起啊，一不小心。有你这样不小心的吗？哎，就是故意的。别打了，好好说。赔了。哎，张秘书，那个发货单第三联还能5万吧？你在哪？你信号咋这么差呢？喂，您这是办证的吗？您这是不是真的？
那什么证件怎么办？那我办一个快递公司发货单的第三联。办了就办不了，骂什么人呢？这咋那洞怎么不见了？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故地重游啊！冤家不聚头，我今天是来叙旧的。我现在做的就是比你好，你不能怪我。现在流行抱团取暖，怎么样？来我的怀里取取暖吧。还是那么倔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也就五六十万。回头把发票给易老板送去。哟，老王还是有钱啊！哎呀，这是宝贝。不，哎，这个请拿，请放。明朝的啊，厉害啊！听说你借了高利贷了，1500万。胆够肥的啊！哎呀，到处去借钱，你怎么不找我呀？咱们这点交情还是有的呀。我来帮你擦屁股，我不嫌臭。你的债务和这些花瓶我全收了，咱们以前那叫恶性竞争，没什么意思。我可是以大哥你为榜样起家的，起步虽晚，但是我进步快呀。不好意思。哼，谢谢，我不差钱儿。随便填。扯，接着扯。裤衩都输没了，对不起，这次我是故意的。你他妈有钱呢你啊！去！哎，乙哥，那个外面的车是不是你的车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是故意的，失手了。你这脑袋真有病！哎呦我去！老王，看来咱俩合是没戏了，那就势不两立了。我当年怎么创业你不是不清楚，我蹬三轮车送货都比你快，你还跟我嘚瑟啥呀？嗯，没钱你也任性啊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你看看咱的人都跟一哥跑了，蓄谋已久啊。屁股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这是前两天出车祸那个赔偿单，赶快给人家办了吧。愿意办你办吧，我没钱呢。刚才不是还跟人家开支票了吗？我给你开10000张，你随便填啊。哎呦，喝着呢。你怎么知道我家住这儿？我给你们家填了快3年的快递单子，你们家住哪儿我到这儿都能写好吗？怎么有事儿？卡还你，钱我取走了啊。我有短信提示。谢谢你啊，还给我留了5块。哎，我刚还你卡就撵我走啊？你不是说你那快递单子找着了吗？我想拿回来。第一次登门有什么好招待的呀？哎，你闺女呢？住的是公司的库房吧？哎，嫂子呢？
我可不想跟你制造矛盾啊。没矛盾，想离了。你说你这演的可真像。哎，行行行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我给你闺女买了条小裙子，估摸也差不多吧。怎么样？醒神百脑隔离没多时。爸，你没什么事吧？莫名其妙，念什么经啊？西瓜吗？对不起啊，门开着了。孩子已经去世三年了，车祸。你要真那么喜欢孩子，那再找个女人给你生一个。病？你说什么？说你有病。我不算你朋友，我也算你孩子阿姨吧？怎么了？都三年了，这事儿你就没想起来告诉我一声吗？就你这人真挺操蛋的。嗯，我也觉得我挺操蛋的。这手机壳啊，就是我女儿送给我的，她就在您的网店里买的。这是她第一次给我挑礼物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原本我是挺想告诉你的，可是我突然觉得，就是世界上还有人觉得他还活着。大家经常劝我说，时间像块抹布，再痛苦再难过的事都会被时间抹去，可是我怎么就不行呢？心痛就像淹过头顶的江水，让你窒息，难以忍受。老板说我得了心病，老婆忍受不了我也走了。有时候我都想我也去死算了，家里没有女儿，生我还有什么意思？混吧。Peace.
怎么回事啊？老是弄得这半夜三更的，大家都睡不了觉。不用说话，大家这么多人呢，不是你们家。挺安全的。地球水源会对我造成严重伤害。哦，放下。哎，你什么东西？我是河外星系四五二 B 星球探测者。二 B 星球，陨石雨和你有关系吧？还有这车，是不是你变出来的？入乡随俗。礼尚往来，雪中送炭，见面礼。我可没说跟你要见面礼啊！你说你别在这贿赂我啊！系统显示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你少在这给我瞎逼逼啊！哎，你跑地球上干嘛呢？观察外星生物。用你们的话说，你就是我的小白鼠。小白鼠？对，你是我的小羊小白鼠，代号 SB。你那有这么大的小白鼠？我跟你说啊，少在这喊称我。我们人类啊可是高级的。不一定啊。啥意思？你就是愚蠢型的啦，生活工作一套。和你意外相遇，我也很无奈，希望你能配合。我蠢？你的能耐是什么？我能保护 SD 的安全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白。出害的，我拍死你这个么么哒！拍死你需要设置程序，设置什么程序？球。我看你长得像个球。球。球什么球？球什么球？请求。对，请求我。大爷的！大爷的！程序设置完毕，你现在状态不适合交流。哎，别跑！哎。你把这车给我变回去吧，要不然你给我放到楼下。你说这电脑里会不会藏什么东西？比如这么大一个瘤。我看你脑子里才有个瘤呢。没跟你开玩笑，我说这个电脑屏幕它能成一个无底洞。这不是西游记吗？不是那个无底洞，我是说它能变出个东西。你这不还是西游记吗？我说它能变个车，你信吗？信。真信？你不是被陨石砸过脑袋吗？你说什么我都信。信什么呢？你来干什么呀？那个咨询的是电脑问题，他不是专家吗？又坏了？电脑没坏，人脑。哎，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昨天的事对不起啊。没事，其实我也挺抱歉的，我这是早应该告诉你。不过你这人吧也确实有毛病，你说你遇见什么事儿吧非给自己找一大堆理由，你疲劳驾驶你就疲劳驾驶，你非赖人陨石雨。还有你闺女那事我也查了，明明就是你自己监护不当导致你女儿死于车祸，你前妻把你告上了法院，法院判了你一年的监外执行，是吧？你那个法庭陈述我也看了，你说你反复跟人家掰扯你那什么五分钟的事儿，你说你矫情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你要不那么矫情，这法院没准都不判你。真是为人父母，哪怕你一分钟没看好孩子，那都是你的责任，千万别找吧。我很爱我的孩子，我觉得我没有错，谢谢你操心了。那你说这是谁的错啊？这是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这人有事说事儿，遇见什么事儿多找找自己的原因，不是什么坏事儿。你有孩子吗？没孩子就别给我上课，没资格。
我跟你聊两句还需要资格是吗？行，我告诉你，我刚有这资格两个月。看清楚了吗？我有孩子，我现在正犹豫要不要他呢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担心我一个人带不好他。那你快去找孩子他爹，你上来找我干嘛？我就是屌丝。你自己带孩子跑快递，你想不找你老婆吗？管子在菩萨，去去去，找没人爹念去，念舒服了，念高兴了，出来咱们接着聊。唐立果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受委屈？不委屈你，陨石砸你就是报应。我倒希望那是报应，但是我想不明白。自己看。干什么你？有什么呀？不就装饰艺术吗？吓唬谁呢？我见多了。你看清楚了，这可是真车，这可是四楼。你就不问这车是怎么来的？屋里停了辆车，能证明什么呀？能证明什么呀？啊！还不信是不是？出来！出来！我是给他解释不清楚啊！你自己干啥？你自己跟他说。跟谁说话呢？么么哒。什么么么哒？哪儿呢？他就在里边藏着呢。要不咱们去医院吧？我一会儿就让你傻眼。走。傻了吧？我看你信不信。开玩笑呀！外星人送给我的见面礼。你干嘛？我也要见面礼。我那是无意中变出来的，你别乱搞。哎，看这商铺怎么样？我急等着钱用，就是因为他，结果被你坑了，我定金也没了。虽然他有那么大本事，没准他能给我变出来。行行了，你别胡来啊！你说他万一真给你变出来了？你有钱消费吗？按哪个键？知道。你大爷的！躲这儿干啥啊你？什么叫躲这儿啊？我躲这儿不等你呢吗？有事儿？没啥事儿。恭喜你升了董事长兼总经理。开什么玩笑，这我哪管得了。很严肃的事情啊，慢慢来，我相信你的实力。这要出远门吗？不太远，找一个大庙内观两天。哎呀，你们，这里是停车场，不是高尔夫球场。威廉，这么小，威廉，关门来找你的。我靠！别打了！王总，下来聊会儿呗。怎么回事？你得罪谁了？你听鬼啊你啊！你欠我1500万，什么时候还？这两天我就还了。你说我这么大公司在这儿呢，站了吧。别那么说话呀！你他妈给我下！哎呀，你脚不疼？下来呀！有事说事儿呗。这玩意儿。高利贷了，我不借高利贷，公司怎么活呀？嗯，我本想借他高利贷用用急，公司好了呢，再添上，没成想啊，他就没好。
李国呀，公司靠就是咱们李国，我拿你当哥们了，你拿我当哥们了吗？你这一蹶不振就三年，这三年里公司好过没啊？不是我怨你，女儿死了谁都难受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得回来呀，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你别拿我女儿说事啊，有能耐你把我开了。你要开不早开了吗？我等到现在吗？这回好，公司黄了，你高兴了。你还真敢要，这可不行啊！喜欢啊，特别喜欢，真的。谢谢你老公。是什么？来喝点。这肚子也不刮吗？什么？看你今天穿的什么呀？别吃垃圾食品。那奶奶是不是孩子他爹？哎，别走啊！像这种男人啊，丢了也不可惜啊，不值得，真的。不用你安慰我，我会哭。那就好。我过来是说咱俩的事儿啊，这一码归一码。这个店铺啊，来路不明，我觉得咱不能要。这店是我的，我要定了。还讲理吗你？那这店都是因为那电脑整出来，那要是出事了，那还得我来扛。我告诉你，谁要是来找你，你告诉他来找我。真是的，你也算是个男人，看什么看？你这人怎么这么贪心呢？你做事想过后果吗？我没想后果。我怀了他孩子，我要过他一分钱吗？我贪心吗？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就是这意思。我告诉你，唐立国，这个店现在开始就是我的，听清楚了吗？老板，还搬吗？搬！哎，先等会儿啊，你先滚！我出来。你故意给我找事儿是不是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是中国，什么都得讲规矩。你说你弄出这个车房子哪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叫巨额财产来路不明，是要坐牢的。样本儿，我要是坐牢，你也跑不了。出来！你要真有能耐，你把有人变出来，你告诉我那五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藏！要挺藏啊！大爷的！你大爷的！你大爷的！你死牛！你大爷的！我看你送我车的份上啊，我给你留点面子。咱俩出来，咱俩就好好聊聊。走走走走。我不会坐。那你就在这飘着吧。你说你屋里给我放这个东西，你说让我给放松怎么解释？工作原理，组成物质的最小分子，拆解、输送、还原。我都听不明白，放到大这他能听得懂吗？行了行，你别扯了，你赶紧，这个车是怎么变回来的？你还怎么跟他变回去啊？还有那个田静那个店铺，麻烦你赶快跟人家还回去。你要是答应了，我们还接着处。处是什么意思呀？听不明白是吧？处你妹吧，处，看我怎么处理。你以为你飞着我就够不着你啊？处理，你无权处理，你不许讨价还价。SB， 你家才是 SB。你要挑战我们，
你不是怕水吗？赶紧的，乖乖的走人。你会后悔的。系统显示你的脑部神经开始错乱。这你再找啊。楼上的有点公德心没有？唐立国，这是你爸。爸爸。你敢电我？这是你教我的呀。电弧可以除害，也可以治疗你的情绪暴躁。乱泼脏水，遭人唾弃。啊！敌后攻击，要损灵了。停，停，别电了啊、哦！到此为止，咱到此为止，别再见了啊！呀呀呀呀！我告诉你，我会武功。我知道，少林少林。神醒脑，隔空点穴，我点。怎么样？还是人类聪明吧？雕虫小技。你要是怪怪的，我就带你出去玩。玩？我们地球漂亮吧？你看这山，这叫喀斯特地貌。你看这水多清澈啊！我和女儿最喜欢来这个地方。只要把愿望写在纸条上，哎，放在这盆里，扔进河里，哎，那个愿望就实现了。我知道你怕水，你放心，这玩意儿是密封的啊，绝对进不了水，你相信我。弄死你了！凶手，凶手！哎，你别怪我不配合你，我提着毒饼加脑残，就算你观察完了，数据也不准确。你还是换一只小白鼠吧，找一个人类的精英，马原、刘德华、姚明，这家伙那都特别有代表性。爱你，我也爱你，别舍不得啊，么么哒，嗯，哎，走你。样本不得擅自离开，你这是不守承诺，你是骗子。我什么时候承诺过了？电上瘾了是不是？有本事你再电一个。玩，你这个骗子还说带我出来玩。你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你不会是无性繁殖吧？那你活得多没劲啊！没劲？你是指什么没劲啊？不懂。不懂你可以问我啊，我可以告诉你啊。你知道屌丝是什么意思吗？屌丝是一种比喻啊，比喻你懂吗？
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哟，知道还不少嘛。屌丝刚刚好吗？我就是屌丝，我觉得你是个屌丝、啊、你才是屌丝 SB。 哎，你要敢于自嘲，你说你要不是个屌丝，干嘛要替别人跑腿啊？你还和我星星的都他妈老远啊。我是河外星系四五二 B 星球探测者，么么哒。你就是那个什么二 B 星球派来的一个屌丝探测器。哦，我们接上。我没有屌丝，强制更生。更生，听你的。待命。田静，我够朋友吧？反正别人家谁理你，就你这臭脾气。一个单亲妈妈也不容易，检查这事儿以后你找我就对了。走啊，在这边呢。那是做人流的。靠，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。我怎么不消停了？哎，我说你们这女人现在是怎么了？爽的时候不管不顾，现在说不要就不要，怎么说那也是条命啊。谁爽的时候不管不顾了？我问你，怎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好像跟你们男的没什么关系似的呀。行，这事儿我犯不着跟你抬杠，就你这样还跟我说再生一个，谁敢？钱都生了回头就给打了。人家给你生了，你他妈倒是好好养啊。生都不敢生，你给我谈什么养？我敢生，你们敢养吗？我敢。小孩子想疯了吧？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数据反映，你体内血清素和多巴胺含量降低，颅内压力增高，心跳频率加快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情绪低落。没有，我现在心情特别好。谢谢你。
你这是得罪了谁呀？知道疼了，知道疼了就整点记性，记得准时还钱。我走，张总，别动，别动。快啊。我在这儿呢。你跑这儿干什么？想喝酒我陪你，咱换个地方撸个串。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喝多没劲。我现在还能撸啥串啊？说话都他妈跑分，不就掉了几颗牙吗？是牙的事儿吗，兄弟？面子没了，下来，下来，快！小心别掉下去。没事。李国呀，我现在的心情跟你三年前是一模一样。咱俩都丢了心爱的东西呀。你跟哥说说你是怎么挺过来的？多念念经，这不是还你教的吗？管用，管用个屁！管用！我借了高利贷，晚节不复了，没了，啥都没了。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拧啊你？你非想让我看你从楼上跳下去是吗？回避，可我已经上来了。哎。要死咱俩一块死，来，我陪你，我陪你，来，来，别不好意思啊，我下来，滚开，你不用救我，你放开我，在阴间能看着咱们闺女，你有啥话我给你带话，你快点的，别闹了，你给我下来，磨叽的，赶紧让我过来帮忙啊，不去帮忙，我还想我后悔了。咋办到的？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孙悟空派来的救兵啊？不可能啊，跟做梦一样，就从这么高往下。兄弟，什么呢？啊？这什么呢？哎哎！系统显示你掉了两颗牙。你看我干啥呀？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啊，兄弟。看你那怂样，这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我哪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啥也别说了。老值钱了！你看什么看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个！你看什么看？你看我干啥呀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个兄弟！你好，欢迎光临，为此带您一起随意挑选。谢谢啊！好，谢谢。最近有很多邪乎事都让我给碰上了，烦，想找你聊聊天儿。
好事儿啊，终于学会倾诉了。从哪开始啊？刚做完手术，别抽烟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。我快失业了。哎，可能你说的对，我这人啊，真的是有很多毛病。静姐，给打烊了。行，先走吧，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店不错嘛，挺好的，这还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别想了。你就是我的福星。女人嘛，不就是想找一靠谱的吗？在医院那天我就知道了。真的，反正你这个人啊，没有家你就心慌。哎，你这话说的靠谱。你要真那么喜欢孩子，绝不再找一女的再给你生一个呀。那孩子留下就好了。想得美。哎，帅哥搂着美女，是不是能拔份了？我感觉我长高了。身高是硬伤。哎，刚才我还够不见你呢。哎，没事啊。我鞋呢？探求相见。把衣服弄哪去了？那么彪形，你不需要衣服。牛逼！啊！什么时候的事？把衣服给我拿过来。你注意看啊，现在这个小球是漂浮在空中的，看着没？这个东西啊，你劈是劈不出这个效果的。这货是从外星来的，咱搞一个拍卖会，高科技拍卖会呀、啊。这玩意儿比古董值钱，一定会卖好价钱。到时候咱的事儿就了了。那个，别发朋友圈啊、哦。这个宝贝在我朋友家，你感兴趣，咱俩做一笔交易，把公司还我就行。给我俩手指头。你动我手指头没用，动我手指头不当钱。哎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啊。大哥。你俩给我下的套，我他妈跟你拼了！我是来救你的。这个东西我喜欢，我们来做个交易吧，用它来保你的命，公平吧？啊？有么么哒，未必是件好事。他的宫里你又不是没领教过，你说他万一要给我闯出个祸来？给我们的国家、民族造成巨大的损失怎么办？这事儿你想过吗？
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快放着放着！你疯了是不是？你怎么就知道死人，神经病啊！唐立国，你是我亲爹，你让我死了行吗？你昨天不是答应我不死了吗？我答应你不跳楼，没答应你不上吊。你明明能救公子，你咋见死不救呢？谁说我不救了？你说让我怎么救？宝贝儿带来吗？当然了，把它给我。我跟一哥谈好了，把它做笔交易。你这不是坑爹吗？你，大人不是不给你这，死吧！真是的，唐立国，你能不能吓死我呀？我真死了！不管他，唐立国。真他妈服你了，我怎么用？把它放水里。哦，扔水里。哎，你怎么说扔就扔呢？嗯，然后呢？还然后呢？他怕水，扔水里会出事的。宝贝儿呢？我哪知道啊？嗯。么么哒，么么哒呀！真坑人呢，这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，我就知道他会惹事儿，我控制不了他，你还拿他给一哥做交易，毁了他算了。毁了，你舍得吗？我就不信你没有私心。我有私心，我曾经想过我让他让他把我女儿变回来。火化那天咱们俩一起去的，可能吗？哪怕他告诉我那五分钟，要他妈那五分钟。说一百遍了，我就烦透你了，你赶紧回到现实吧，行不行啊？你让他试试吧，不行他就死心了。哎，你这儿怎么拆了呀？我女儿，她就在这儿出的车祸。那时候，这边有一条双向两车道。当天下午，我是来送快递的。我女儿，她在车里等我。我是怕她觉得无聊，我就把手机给她玩了。后来。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，他就躺在那儿了。就五分钟，就五分钟。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兄弟啊，事都过去了，男子汉。Thank you.
是我的车，是吗？等我一会儿啊。锁着呢，胆儿得多大，这五分钟肯定有事儿。瞅着这么面熟呢，快把你手机借我用去。打给谁啊？打我女儿。一哥马仔，别过去啊！听爸爸话，别过去啊！
我可以偶尔陪你加班，但是时间不能那么长。果果，你别告诉妈妈啊，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啊。不，赶快帮我找个厕所。为人父母，哪怕你一分钟没看好孩子，那都是你的责任。田静，你说的对，为人父母，一分钟没看好孩子，那都是我的责任。让我再来一次，不要幻觉。幻觉和真的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。所以你会一直后悔吗？你没后悔过？那是什么感觉？就是为了见到女儿，能再抱抱她，就算让我死我都愿意。哇，人类感情好复杂，还以为你头脑简单比较好研究呢。我操你！喂，你老板和你女朋友都在我这儿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嘛，你们公司已经是我的了，带上你的么么哒，咱们聊聊。喂，杨立国，你很难请啊！唐立国，你砸了我的车，我不会记恨你。我不是小气的人，但是那个小东西你要给我，因为那是公司的财产。我听说你是在上班的路上得到他的，车都坏了，公司的损失很大啊。这事跟田静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啊，女朋友加好兄弟才够分量交换你的么么哒。拿出来吧，这东西我可以给你，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福也是他，祸也是他，你好自为之吧，咱们走。也都给了，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你又不是没有领教过他的厉害，做什么事你不考虑后果？替他们考虑什么？唐立国，这东西怎么玩啊？你也教教我呗。我不会玩，你自己慢慢玩吧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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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碰我。妈呀，完了！干什么呀你们？三个！老实点！你把他扔水里，他就听你的了。嗯？给你个机会。哎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你会救吗？我要救你。
真毒啊，死的差点是我。别打女人，来打我，来来。你们的表演结束了，到我了。好像砸我头上，然后给流了很多血。可是我没看到你身上有任何的伤口啊。真事儿，就砸，就好好多血，就这，就这。好了，谢谢你，唐先生。真的，这是我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当时全国人民都不相信你，但是我相信你。答案只有一个。血，我的血，500毫升，我得吃多少乌鸡白凤丸才能补回来？昨天我想了一晚上，就是因为血，他才听你的。老王，你公司归我了，是你活该，你没我聪明。唐立国，你说他会不会更喜欢我的血？人生不就是赌吗？现在听我的了，你们没用。坐。义兄，这是咱俩的恩怨，要咱俩得好好商量商量。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给他们俩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们都是打酱油的。谁打酱油的？谁不是打酱油的？我也是打酱油的，大家都是打酱油的。一个一个来。女士优先。他怎么在长东西？什么？
没有的玩了，你以为我怕你？
1500万，了了。哎，不要命了你！是你吗，唐立果？要是你，你现在就给我出来！我骗了你，孩子我留下了。你要是喜欢，你回来咱们一起把他养大，你看行吗？想你想姥姥，我也想你。果果，爸爸不在，你孤单吗？这里没有孤单，我倒是怕爸爸孤单。爸爸想你了。
觉上有很多事情是很难想得通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我想明白了，过去了的永远不会回头，抓紧你身边的千万别松手，因为情感才是人类唯一的依靠，我们太渺小了。唐立国，唐立国，兄弟，你醒醒，兄弟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，兄弟啊？啊！快点给我找件衣服。找啥找？你光着吧你呀！还给你找衣服，多好看呢，光着。怎么样，我特意给你找了一个新家，这地方特安静，没人能够骚扰你啊。你大爷的，你觉得和我在一起有危险吗？你真的不需要我了吗？我有他就足够了。不一定。哎，其实你挺可怕的啊，把我变成那么吓人的魔兽啊。不对，是你太夸张了，不过系统最终测评，情感是人类最不可思议的武器啊。对对对，还是你们二 B 星人最聪明，对吧？啊，来吧，萌萌哒，你有话要跟他说吗？谢谢你给了我唐立国。嗯，兄弟记着想我啊。真是有点舍不得。够本了，一个店面两台车，你还能怎么着啊？你现在赶紧想办法把那车从咱家弄出来吧，你哥客厅当童车啊。你怎么一俗人？你说谁呢？你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第二遍怎么了？真是，我发现唐立果，你这脑袋一点也不残呢，还不是你训练出来的。这玩意儿家徒四壁，太冷清。你大爷的！相信爱会等在下一站，花时间慢慢来，生命中好与坏，美好痛快付出爱，不要再停下来，为错的人喝彩，风吹的山丘最后变成大海，相信爱会等在下一站，花时间慢慢来，生命中好与坏，美好精彩处处爱，不要再停下来，为错的人喝彩，让这静好的你不再伤心的离来。时间会告诉你，给你痛苦的归爱里，痛是最大天敌，也是最好的知己。把黑夜尽头留给光明，把失去的留给风景，你告别那个你，收获了完整的自己。悲伤若不尽兴，曾修炼温柔爱情，那伤害你的从来不曾打败你，深渊都是倒影，你看他，他就是你，往前走吧，时间给你唯一的真理。
起，相信爱会等在下一站，花时间慢慢来，生命中好与坏，美好痛快付出爱，不要再停下来，为错的而喝彩，那个更好的你不从水里玻璃来，啊上走。